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vlog 就是打拳比赛，我们拍了那么久，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比赛了。距离我练习的第一次应该是五月还是六月头，现在是9月21号，大概是3个月多了。中间我们想2个月去练习，是因为一个是去拍电影。然后应该是最近有点忙，所以呢很兴奋，是要对的就是哎呀，对，现在我去会场见大家。这次的比赛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拳赛啦，然后也很兴奋，也有点小紧张。紧张的地方在于受伤啊，其实因为受伤还是我最大的比较怕的地方，因为受伤工作上会影响到啦，加上这个东西是比较危险性的运动来的，受伤的几率是蛮高。可是也是很开心，是一个慈善的活动嘛，就可以拍 content， 再加上可以做慈善，所以觉得哎呀 ，host 这个比赛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也可以给江湖 YouTuber 可以聚在一起拍片，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content， 期待等下的比赛啦。Subway 吃还没有吃，然后从后台在准备，可能刚看到几个 YouTuber 在那边已经在开始 vlog 了。这不是锦旗哦，大家大家，哪里我学很久，我老是老烂仔，K-pop 来直接量。血压啊！靠我们人家神经病发作哦，少一个 YouTuber 不能少掉你，你第一招吗？啊，对。我不懂，我笑好不好？第一招很紧张嘞。喂喂哎哎，喝什么有？你看我喝什么嘛？不锁，哎，不是广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遮起来是，因为我昨晚没有睡到，现在是很压力。哎，你没有热身过是吗？还没有，现在11:30，你看。没有骗你们，好像11点多，我还没有热身。OK， 这样子的话，我有一个 game 啦，其实那 game 我们来比谁先赢，就进过最多的球， okay. 我们就进多的球啊， okay. 因为它叫黑波图，黑波图，黑波图，对，黑波图。然后我们现在进去那个游戏，你看输的人就把分摆下，打90秒里面，90秒里面进多少粒球，可以，可以，可以。OK 啊 ，On。OK， 我们现在开始。现在我们会比一条比赛，90秒里面进最多的球人， okay. 就赢，输人把分摆下来做热身。毛满台，像我这种球色很准的人 ，OK， 可以开始了。我开始了，哎！哈哈哈哈哈！我才刚刚讲完吧，我哎，进了！哈哈哈哈哈！哇，老哎，我需要反射，对对对，哎，我这可能反射会啊，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我用那个，嗯，哦，后面打架打架。Easy， 还剩下60秒，好不好啊？哎呀 ！The goal came with a brilliant header. She slightly curves the ball with the inside of her feet. Players still have superpowers that they haven't used yet. Great header to deflect the ball. She lit up the goal with what spectacular goals we're witnessing in this match. The goalpost saved the goal. The match is halfway through. He's waiting in his penalty area for his opponent to make a mistake. The equalizer can come at any time. The match is 3-3. 37秒吧。三比三了哦。Both players want to win this match. 我赢这个。We're entering the final stretch of the match. The referee could warn him. He's spending too much time in the penalty area. Hats off to that amazing goal. When will the players use their last superpowers? I wonder.She takes a goal. I guess she's confused. She needs to score in the opposite goal. She scored. 来呀来！好机会，好机会！我来冲了，我来冲了！ Very exciting last seconds of the game. What will the score be? She's constantly going. The fans are going wild. 真是秒给你了，给你尽力了，给你尽力了！ The match is almost over. 哎呀！哎，这个东西，哎，等下我看 final whistle， 4-6，4-6，所以我赢。好嘞，哎，那是真的好玩啊，哎，真的好玩啊，那东西哦是要技巧，有技巧再加上真的技巧，对对对，真刺激，真刺激。排名十次不是你讲对啊，你是来回去见一下14，你确定是14吗？90秒里面进去做地球人， okay. 就赢，输人把兵力摆下来做热身，输人把兵力摆下来做热身。
100扣的里面加20了，八十了，来打，我们打，大庭广众嘛，对，大看，1 2 3 4 5 6 7 8 9 10，哎，笑啊，在这边做反对，笑笑，笑笑，怎么样？哎，笑笑，笑笑，笑笑，笑。哈哈哈哈哈！给你阿兄弟，阿姨做完二十六分。OK， 他流汗了，我们可以继续。你说的，我都没做防备啊，神经病！你还要这个很高是吧？但是好像很红的人，很红啊，感觉到吗？哈哈哈哈哈！然后热身完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打拳。Yeah，Let's go！现在我们三点比赛，然后我现在得知是我第一场，刚才跟我的 opponent 借跳绳来热身先，因为我不要去那里跑，然后我这边先跳绳了。喂，看一下你的对手在那边跳的，喂，这样给他跳下来、啊。哎，这些马背包拿去，然后这些身包拿 pad， 因为我找不到人帮拿 pad， 然后我看他最近在 Instagram 拿 pad 打得很顶，这样我叫他帮我一点点。来，快来关注，关注，他们关注，关注，关注对方，关注。很长，所以我们拍一点给你看到好了。耶、yeah, ，谢谢我的阿欢哥哥在 support 我，认真打，认真打，直接给 drama 多多点。就这种 drama 是可以打架的哦。OK， 现在我刚热身完，然后我想保持那个温度，所以穿着 jacket。第一场就是对阿雅了，很紧张。热身、啊， yeah, 加油！你知道吗？还没有打哦，打到阿雅。哦、我们刚刚好像是要开始啊，所以他给我穿新感，然后我现在肚子很痛，就想要小便。我想看看。Hello， 现场朋友，大家好。阿姨啊，阿姨啊，今天没有吃东西啊。我的教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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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还有教练。来，要显得自己瘦一点的话，就站45度哈。最重要是因为我们台不够大。我要打了哎，紧张哎，不要紧张。让我中间有一个休息时间。我觉得第一段就是拿着拳来打，第二段的话就抽拳来打，第三段的话就拿着来打，看你们怎么打。不小心打到打到被打哑。打出来。180！ 有些东西应该是有强的，应该有强的。来，一个站右边，一个站右边，好不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re ready, let me hear say yeah. 教练，你自己看着办啦，好吧？我4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会一次都吐完的。我们邀请了一个人参与竞赛，所以我觉得。开心，他打败你是最开心的。真的，你准备收山了吧？Ready, fight! Here we go, here we go. 来打，一拦就打中他的脸，因为他脸够大，可以打。Terry，Terry，Terry， 真的去啦，你平仔让他打到，让他打。打了啊！你脚步长，他追不到你了。不过那对，我就怕。现在他这个稳定的防守，希望是开始。看到了混乱场面，就是
玛雅的 brand planning 来的。OK， 他的 planning 就是因为是第一场，然后要拉住别人的眼球，看还是制造一点新闻跟话题。玛雅的想法就是我们打很认真，要忽然间认真，有一点冲突在，有一点火药味。然后这样子的话，这样子还像拳赛嘛？虽然是慈善，可是要有好看头这样子。我们主要是娱乐大家，但是大家很喜欢看 prank， 是。哎、欸，我第一次拍 prank， 如果是对啊，这样我们就首次合作啦。OK， 就这样子。OK， 就这样子。OK， prank 完之后继续打，继续第一 round 啊，来 ，Let's go。Ready fight。我应该会赢了，我本事应该比较多。微信，我们就要 Clarence 还有阿雅来抽签，看他们可以拿到什么。有了 ，OK， 来 ，OK， 来，阿雅拿到的呢就是脚步的离地，还有什么长手怪？哇，长手怪的话呢，只要你用这个长长的。到此为止，然后拳赛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今天筹款到8000多块，也谢谢本人，谢谢，哎，他们辛苦了，还有 Jim 啊，在拍照了，恭喜了，好，我们就报到此为止，然后谢谢你们收看，还有我会分享更多照片在 IG 里面，然后我们在下面，耶 ，Hello 大家，现在要给我们看这个 Headball 布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看到我的 character 吗？那么帅，就是因为他 character 里面可以换很多头像，一个、两个、很多的等。你换什么都可以，男生、女生、怪物什么都可以。然后你换衣服啦，你换鞋子啦，换眼镜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有 power， 就是 power， 就是可以在你们玩游戏时候可以用的哦。如果你们想更知道更多详情，就在我的 description 下面。download 这个 game， 一起玩吧。